美综合报道，女星关颖婚后育有一对儿女。今年愚人节在 IG 放上大女儿和儿子的合影，背景还有数字三气球，以幽默方式宣布喜怀第三胎。经他再度在 IG 发文公布肚中胎儿的性别，并透露未来的生育计划。据苹果日报报道，亲友们临时替他举办性别公布派对，派对上观影切开翻糖蛋糕，大家猜测内部的蛋糕颜色代表性别，最后为蓝色男生，引起众人惊呼。观影也同时在 IG 上传儿女和一张空的儿童座椅的照片，搭配气球和花有暗号的小黑板照片，并写下 OHBOY 开心宣布第三胎是男宝宝，将满三岁的大女儿 CC 的知识弟弟。原本略显失望，但一听到朋友群可以不用和人分享，立马释怀，反应相当可爱。观影也说道，才十个月大的儿子方没当多久弟弟就要当哥哥了，夹心饼钱很可怜。而第三胎预产期暂定是十月，这次生完后他也打算封肚了。观影育有一对儿女，凡设自 IG 观影在 IG 上宣布第三胎是男博导，凡设自 IG 观影在今年愚人节宣布喜怀第三胎，凡设自 IG